45岁的韩玉芬7月突然宣布自己怀孕了。23日，她首度露面当主持人，7个月的孕肚已经非常明显。而她为了怕模糊焦点，也低调婉拒媒体的访问。而这次活动找来原子少年、地球的成员和昆达合体，一开场的表演也让导师看了很是感动。其实刚刚在后台是真的有一种这种感觉，就是觉得他们又更进化了。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成熟、准备好的艺人了。就是因为我们大家好像几乎每天都在见面，然后幻君有一次就说：“哎，每天看到你们觉得好恶心哦。”就大家恶心好一段日子。对对对。其实我觉得地球的成员，我觉得都是蛮自律的，所以其实我都不需要太担心。其实就是哦，哪一些星球你觉得不自律？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。一定会挑一些，就是让他，就是也可以佩戴这样。情人对表，因为比较恶心一点，就是不太好。昨天就是我以后睡觉会小心一点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睡着会变成那个样子，然后他就是早上就给我看，我说：“哎，你昨天在想我在干嘛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哎，怎么我的手会就是比一个那种样？”我可能在想着今天的记者会吧。大哥无论什么姿势都是最帅的啦。